经历了两个小时的车程，终于到了。哦，原来停车场是在里面啊，这是它的 map。今天是有人潮的哦，这就可以了哦。柿饼的制作流程，那我先让试吃啊。这个叫做柿子香灯，有点淡淡的柿子香。下面拍下去这个感觉，吃起来有点像红豆牛奶冰。这是黑吧，柚子吧？对了，这里柿子啊，现削的嘞。来买个一包，甜哦，会又甜哦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来到 Man Life。今天呢，带各位去新竹新埔一日游，因为最近好像是柿子盛开的季节。那我想说去一下柿子的一些观光农园看一下，这样。OK， 不要啰嗦，出发 ，Go Go。我们到了，这是它的停车场。我们今天来的这一间是味味家。柿饼，哇！经历了两个小时的车程，终于到了。新竹好远哦！哇，前面是那个游览车，哦，那看可能五六台左右哦。前面这个是峰哥，哦，原来停车场是在里面啊。对啊，刚才开进来是可以的，所以我们刚才应该是停在别人的家门外。进来这里有一二三个区域。这是他的 map。妈妈那边没有晒太阳。等一下，我这个我要去找那个晒柿子的地方。停车场走出来，这里有摊商，可能现在是平日吧，所以摊商没有开的很多。可是有人潮哦，今天是有人潮的哦，因为游览车蛮多台的。现削水柿150。我这停车场位置不多，我看今天平日停车场已经算很满了，假日一定是爆满，肯定。对，这里是三合院，对吧？刚刚你洗澡了？啊，对对，要吃点新竹的。啊，新竹的。哦，继续还有哎。很香哎，这里啦，这就可以了哦。这行哎，好像上面也有。对啊。太香了，没关系啊，
哦，他们在削皮耶。柿饼的制作流程，先旋果清洗，去什么削皮，炭烤日晒，碾压整形，烘焙杀菌，然后就完成了，变成这样。这是买柿子的地方了。来，过一下哦。来，过来，过一下，过一下。好，这样试吃啊！一盒都是150啊！事事如意。这个叫做柿子香氛。是冰的。很绵密，有点淡淡的柿子香。来一只，哇，有夹贼哦，夹红边几红，吃起来有点像番薯耶，番薯签那种感觉。好吃。有卖洛神花。叫洛神冰棒，冰棒吗？还有吗？够，柿饼冰棒，柿饼一只，洛神一只。好，二人来杯冷啤。我两只柿饼。哦，不是。什么感觉？吃起来有点像红豆牛奶冰，然后那个柿子吃起来有点像番薯。好，这里完全没有网络哎。吃完了。对，包起张，这样。美女去妇女会台，请你进三层内旁边花盆下保暖。这是正在晒的颜色，然后这是削碗的颜色。削碗的颜色比较像苹果。上二楼看看。然后他刚才在烤，不知道在烤什么，在烤柿饼哦，因为苍蝇不喜欢烤过的味道。哇，这自拍天地耶！哇哇哇！下面拍下去这个感觉，哦，也突然有那个假日的感觉。我这边瓶子也让这侪人的惊讶，有点夸张。柿子园在那个三合院左后方，不假。这是黑吧，柚子吧，原来柚子的皮的。这啦，这就是柿子啊。那剥好的玩一个烤绿鸡啊。
这是他们的柿子果园，然后整片山都是哎、欸。哦，这颗红了，请勿采果，柿子都是色的，红的都有虫，请勿偷柿子。是偷。这里有个城堡，然后这里有那个导览的样子。把双手举起来，非常的简单哦。这里有小吃。好，散开，散开，腰子。好，来，把双手举起来，有一个动作。不叫午餐吗？是很忙的意思啊，哈。太阳刚拱出来了， 太阳刚拱。绕一圈了。没了喽。好的，那我们逛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名产。新鲜的柿子，现削的嘞，来买个一包。很好吃的，脆又甜。对。好，我要一包。好，谢谢。现吃。嗯。那个。亏了，亏了。开了，开了。哇！加一下鸡啦。甜哦，脆又甜哦。对的，很好吃。我不叫你。哎呀，你啊你啊！啊，你快点啊！它跟那个晒过的不一样。晒过的吃起来比较像那个蜜番薯那个感觉。真的？那你没买啊？没有。那你试吃吃这个口感就有点差。觉得我。对对对。回航，偷拍一下，游览车有几台？六台。哼，吃起来有点像那个梨啊。哦，水梨哦。没有。啊，这是比较不会甜的水。你吃起来是？它绵，啊水里吃起来是较水，较水啊。嗯。今天平日以这个人潮来看，已经完全可以了，超多人。然后出场了，因为我们车子停在外面啊，所以感觉没什么人。但是等到你走进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哇靠，里面的车子怎么那么多，而且游览车很多台。OK， 以上是柿饼园区一日游行程的分享。如果喜欢影片的朋友，记得有喜欢；还没订阅朋友，记得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部旅程见，拜拜。